这两个小屁孩换了两套衣服了，你们玩鱼好好玩哈，不要把衣服打湿了哈，这样那我会揍你们哈。邓一浩听到了没有？啊？不准把衣服搞湿哈。嗯，这黄鳝差不多玩死了啊，那拉一条黄鳝。老婆来看一下你这两个小孩，玩了最少三个小时，从早上我起来喂鸡一直玩到现在，衣服换了两套啊！你是在楼上带老三，你不知道？你看一下。你们能不能不要天天抓鱼看看抓鱼啊？啊？这鱼哪来的？啊？田里面的谁抓的？爸爸帮我拿买了地笼，帮我你他自己进去。买了地笼，他自己进去的。他自己进去的。这么多鱼，那你只能看不能摸。小星星，两条，两条鲶鱼还是三条？三条鲶鱼，两条黄鳝，这么小的。先给你们看看，这啥？鲶鱼。你看你女儿在抓黄鳝。小星星哎，你是女孩子哎。她是女汉子，知道吧？你看看。完蛋了，这两个人都跟你一样了。嗯。啊，你就天天学爸爸抓这个抓那个。对。还对。没得救了啊！这些鱼差不多，我跟你说啊，到了下午的时候，差不多通通会死掉，被他们玩的。不会的。你这样玩还不会死啊？你要养的放好，不要养，不要老是玩，知道吧？放好，人家要休息，你不要这样玩。这条黄鳝都快死了，你还在玩？嗯，我不玩了。我管。这叫我家闺女。你穿爸爸的鞋子干嘛？脱了，乖。你跟哥哥一样，也是调皮捣蛋哈，是吗？过来。特别调皮。